块石头，我们会透过一些影片还有主的祷文来传达这些讯息。那因为碍于就是每张照片它所能跑的时间很短，所以你能够看到上面的文字不一定是照片原来的文字。我特别就是把我平常在收集的一些属灵的一些句子，长短适合的放在当中。我也在里面放了一些我认为这些孩子们可能会发出的祷告。那我们一起来看影片。